高山流水觅知音，只此一卷。青绿千载，山河无限。小灵仙舞蹈团的演员将带你穿越回北宋，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。千年文化近在咫尺，只此青绿这个舞蹈在今年央视春晚一亮相就刻进观众的心中，相信您一定能从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 Please enjoy dance that blue-green landscape.